大家好，我是教缅语的张老师哦。今天我们用这个可爱的缅甸卡通来学几个词，比如说它第一句话是说 Mene bisa chende mengeliga dubo Mene min 跟你其实一样，就是说要跟你 bisa 是许配，钱是想许配给你的。Mingle 这边写的是 Mingle， 所以 Mingle 都是一样，都是说女孩。Ga dubo 就是她呀啊，这样 dubo bo 是一种缅语的句尾一个词，就是她呀这样子。Mindo madibu 你倒是不知道，这个 do 就是倒是的意思。Nga ga do。我倒是啊 ，Mendo， 你倒是 ，Ngagado 啊，我倒是 ，Day Jai 太喜欢了 ，Day 就是太 ，Jai 是喜欢，然后 Ayan Jai 非常的喜欢，可以听听看，然后呢学好几个单词哦。好的，接下来这一个呢是一对夫妻，然后一个小偷，那么他就说救命嘛 Manokin 就是一种我的通俗的一种自称，就是我命嘛太太，我太太 Manokin No 是醒来， Manokin 就是没醒来之前，他这个 Makin 他就是之前这样的意思。 Madokin 你还没去之前，绵绵对昂霞，绵绵快一点对昂霞找到啊，找到的用法就是对昂霞找到了。嗲啊，嗲就是男性说话的句尾词，绵绵对昂霞嗲毕业，然后啊，就过的我亏呗，给我就过的我一半，亏呗分给 K， 就是你留下分给我下一半，就过的我亏呗 K， 就没嘛没努力，绵绵对昂下边，毕业就过的我亏呗 K。